哎呀，小木鱼啊，很多粉丝说咱家那个面包屑不肥，你看看啊，这里边都是膏啊，特别的饱满。这么好的面包屑，你不来我家吃，非要到外边去买，去饭店里面吃啊？你要想吃这么好的面包屑，你记得去哪里哈？来我直播间啊。